马俊伟、乐意为梅小青梅巢拍剧。马俊伟日前就同无线监制梅小青以及刘家豪一同出席电影首映礼。刘家豪表示，即将会去拍《溏心风暴三》，谈到剧中嘅主角，例如夏雨同埋李思琪已经离巢，佢就坦言两位演员都会回巢拍呢套剧。即系佢哋会翻嚟拍嘅，即系已经确定咗话佢哋会翻嚟。但系有冇话几时可以即系正式去？我哋做剧本要做因为40集啊嘛，咁做剧本都做7-8个月啦。咁而家预计系一个咗年开啦。此外，梅小星又透露将会去拍《深宫计》，更加想邀请马俊伟参与拍摄呢出宫廷剧。而马俊伟就笑言，自己依家是自由身，所以若果嘉豪哥和小青姐找他拍剧，他绝对乐意接拍啊！因为我而家本身都是即系自由身，咁我觉得合作咧就每一个电视台我哋都会有咁嘅合作嘅机会。咁但系譬如话嘉豪哥和小青姐，咁佢哋即系佢哋如果找我嘅，咁我当然乐意嘅，我绝对乐意嘅。我亦都好中意用佢嘅。